象。我平生所学著书24篇尽授于你，我未完成的事往后就全靠你了。丞相，姜维年少德薄，难当重任。等丞相养好了病，姜维还要跟着丞相再征战呢。起来，去操练。丞相，你现在身体不耐秋风，等身体好了再去操练。我跟司马懿赌的就是生死，不要让他知道我生病了。走。将士们看到你的泪水。走吧。丞相，拜见丞相。
起。请丞相发号施令。大汉的将士们，你们为了汉室，为了中原，劳苦了。可恶中原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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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，蜀军结营吗？诸葛亮在练兵。谁在练兵？诸葛孔明。看清了，各路车祸都看清了。是啊，哪儿传来的呀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蜀军来劫营了？诸葛亮在练兵。练兵？这个诸葛亮真是可恨，可憎！练兵出这么大动静，害得我的心砰砰的，小题大做。落子啊，落不了。你要举到何时啊？你不落子，意欲何为？我下不过你。你有天人之志，卧龙之声，天地震动，我只有避你锋芒，才可存活。我现在只剩下个耗子，我只是想不明白你。你说你为什么不好好休养身体，求个来日方长？亮受先帝嘱托，不敢有半日松懈。一日不克复中原，便一日不能稍停。否则，亮有何脸面去回报先帝的知遇之恩？百年之后又如何面对先帝？你就是太痴心，和你比，我唯一的长处就是没有你这份执念。我知道你那颗丞相之心，设身处地，换作是我，我也会这么做，只不过一定做得没有你好。但你今日粮草不济，诸葛瑾心败，东西夹击之势已荡然无存。你现在只剩下个熬字，你小心，再这么熬下去，把你自己熬个油尽灯枯。再者，桓灵以来，生灵涂炭，天意早就不再旱了，你何苦为了区区一个承诺，非要恢复一个灰飞烟灭的朝代？其实我想恢复的不仅是大汉的名号，还有百姓心中政通人和、太平强盛之事。奈何我蜀地之贫弱，
若不北伐，迟早会被你魏国所灭，王业不偏安，汉贼不两立。我现在只能以攻为守，强求一线一统之希望。 有道理，那落子吧。那我就更不能落了。你以为这天底下只有你一个人？ 向天下太平，我难道不渴望永无战乱？我这子衣落下去，几万将士的生死不说，你蜀军要是冲进来，难道我大魏不是生灵涂炭？那和桓陵离乱有何区别？这子，你到底落不落？我落不了啊！真不落？不落。那这残局，留给你了。 也许，这最终的残局能在你的手中有一个了结。但愿你能亲眼看到你我共同期盼的太平之日。来，把扇子还我。这扇子和我的衣服更配。 忘的就是孔明莫推呀！孔明，孔明，孔明，你这是做甚呀？孔明，孔明，司马懿，司马懿，孔明莫推，司马懿，起来，醒醒，醒醒，这衣服谁的？这衣服谁的？我问你话呢，谁的？孔明的。